开启北斗高精车道指引，进入广东省高速。徐闻整个县城都堵死了。保持左侧沈海高速行驶，600米处有 ETC 计费拍照，请保持左侧行驶。当前时速122，限速120，前方1公里，接近白沙停车区。进入广西的高速了，现在这的地界应该是归北海市，靠近合浦。进入匝道，往九龙、钦州东出口方向。入住钦州，住一个我经常住的连锁酒店，反正挺新的，条件还算可以。这小城市真是有小城市的好处。这房间150一夜，有自己的独立停车场，还包早餐。物有所值。我在海南东线住那个神州半岛的酒店，700一夜，还是去年淡季时候的价格。前两天一搜1500，那房间的设施啥啥没有，并且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。对，看中着我自己找的大活，这个60升的车载冰箱，每天要把它从房间和车里面拖来拖去。还好它带着轮子，要是抬的话，我自己真的是抬不动。就为了这一箱鱼虾能24小时不间断保持冷冻状态到云南。目前所在位置是广西的钦州，这个地方外面气温才8-9度，挺冷。一会儿订点吃的，累了一天。当前时间是15号晚上的7:10。哎，看到了一个灵宝，这车就是我说跟老头乐长得特别像，但是人家就是能挂绿牌的机动车，这就是新能源。昨天在海南有23度，今天呢才跑出500多公里，在广西钦州气温8度，我又把我东北的棉袄套上了，下边穿了厚的线裤。唉，绝了，太冷了，这风要把我吹嘎了。我发现灵宝这车在这边上牌率好高啊，我走出50米看到3辆，这车是广西产的吗？不应该啊。糯玉米，这车在东北实车很少见，广西这边好像什么电动车都很多。隔着这么近就又是一辆糯玉米，这小车还挺好看的。这车也很小众啊，是不是叫什么朋克多多？好像是。欧拉黑猫，边上是一个跟 boy 版的50红光 mini， 红光 mini EV。在广西50多才正常吗？这车也好少见，我记得叫电动屋。他家的车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阳光小新，还是别的品牌的车叫阳光小新？我记不清了，因为同时期推出的这种小众电动车太多了。他给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原因就是右边有一个中国重汽的标志，这车估计资质是拿的中国重汽。